So VGG here, VGG. Don't use XNet, don't use XNet anymore. X 不要用哦，那个还没有那么完全的，所以真的完全是从 VGG 这边开始啊。所以 VGG 要用 ResNet 要用 XNet 不要用这样子。好，那我直接切到里面后重点，然后再讲那。 V 就这边，我下礼拜还会继续讲 VGG 啊，今天没不够时间。那 VGG 就这个很单纯。那 Why we call VGG 16 is because we have 13 layers， 我们有13层 ，plus three neural network layer， 13加3叫 VGG 16。那 VGG 19。 Is 16 plus 3, so the last three layers i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first 13 layers is for the extraction, the convolution. So here, so suppose original image size is 224 by 224 by 3 channel RGB, and you have a 13 layers here. So 1, 2, and we ignore the downsampling. The red color is for the downsampling using the maximum pooling. And the convolution use what? Use convolution redo. And later on, people use convolution batch and redo. The result is better. 我现在意识上有点忘记，好像一开始好像没有加 batch normalization 那后面把改良用 batch normalization 的结果会比较好。那这个 convolution 有13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所以有13层 resolution。那红色不算哦，红色是 maximum pooling 不算。这样子，好，那这样就结束了。那这里我跟你讲，这 image size。 224 and this 112 and become 56 and 28 and 14 by 14 because they have five down sampling. So final result, the resolution here is 7 by 7. Okay. And the channel number is from 3 and then increase to 64 and double. 128 and until 512. 这里要注意一下哈，这里 512 这里就没有再增加了哦。为什么没增加？因为电脑跑不动，因为那个时候电脑跑不动了。你现在要增加了，你懂吗？你现在要增加，你现在需要新的知识，你需要新的电脑，这个要增加，可以哈。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不增加是因为后面它避免参数太多了。啊，你电脑跑得动，你当然增加了。记得电脑跑得动，你当然增加比较好。那另外一个重点，我跟你讲，好，那个重点 ，so far the paper tell people if the final layer the resolution 7 by 7 is not good, don't use that one. So it's better is 14, at least 14 by 14. 这是我的经验，看到一些 paper， 把我们自己学生做，他已经跟你讲，这里的 resolution here seven the final result 7 by 7 the result is not good， 至少14×14 ，why？ 因为太小了，资讯都没了，不要用7×7了，你无论如何就是14×14。 那你说老师 professor is a VGG 16 13 by 3， right？ 那怎么办？当然是把这后面杀掉了，就把后面这个不要啊，就当 sample 4×就好了，这一个方法。但是不是更好方法？更好方法是一样拍拍手，我的解析度可以用512来做啦。你这个因为电脑跑不动，你本来解析度是22，这个例子是24×24嘛。你现在解析度可以用500以上的，所以用512乘512把它输进来，那512乘512进来这边，这里最后显示不是14×14，哎，这样结果更好啊。 所以你这个也可以用512以上的哦。
那再用14乘14再做这个结果。好，那你们自己要学会看，就 paper 那边哈，注意一下哈。When you study the deep learning paper, that's good paper because they tell you the resolution, the channel number for each one. 啊，跟你讲 ，the other method for the representation is this one. 有时候他用这种方式讲，你要看得懂哦。有时候他不会这样讲，他有时候是这种方式，就是 convolution filter 3x3 and have a 64 channel and pooling is mean downsampling and become 128 and finally 512. 有时候他用这个方式来跟你讲，这样等一下要学会看这些数据哦。啊，这是我学生把参数加起来，他把这个整个加起来是。哎，是不是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所以 VGG 16有1亿3千万个参数。我学生那时候，我们好十年前开始读这个时候，学生很辛苦，因为他遇到一个很龟毛的老师啊，是我啊。我说，哎，你 paper 有讲这么多，哎，我们来算算看，是不是有这么多？学生就开始算，第一次算出来100多万个啊，怎么跟 paper 跟你讲1亿个啊，怎么100多万啊，再重新算，哎，最后学生算出兴趣出来了，终于他看完这篇 paper 怎么都开始算，看那篇 paper 就算，所以我意思是说，你看 VG 十六就有1亿3千万个参数，所以这参数很多哎，你懂吗？才16层而已。好，那我都问你 overfitting 问题。你看这些参数，最主要参数在哪里？大部分参数在哪里？你会发现大部分参数在后面这几层，有没有？这个啊，在这里啊。你看这里1亿3千万，这一层有1亿参数在这里。所以你要了解一点是什么？这个 flatten 这里啊，这里吃掉太多参数了。我们来看 go， 所以 here 发现你 convolution 上没有参数不会很多哎、欸，你的参数是像这一个 fully connection 嘛，就是 neural network backpropagation， 这个是4096个 cell fully connection， 这有4096，然后在1000，它分1000列嘛，大部分参数在这里，对不对？这是重点。你要杀鸡的话，你要一刀毙命嘛，你要知道重点在哪里嘛，你懂意思？好，所以你看这里有1亿个，那主要是这一层，那我怎么避免这一层？你的参数最主要是杀了要杀一层，那怎么避免掉这一层？然后老师说。7×7不好，现在最好14×14，那不是又增加个？那怎么避免这一层？我也不知道，说实在的，所以就是买更好的 GPU 来跑这样子而已，所以扎钱啊，所以又回到 ChatGPT 不是每个人可以玩啊，他我说他有10000台 A100，扎钱的，他不会，他公司是没赚钱的 ，OpenAI 是亏钱的。会不会倒闭？有可能啊，所以有时候在批评、在讲东西的时候，要看背后的故事。但他对人类有没有贡献？有啊，所以要做善事。但是做善事并不代表你可以赚大钱，而是你可能会，所以要自己先养活自己，再做善事。我们得到理论是 Open AI， 那我们得到理论就是你要想办法去找别人的钱，要花别人的钱，不要花自己的钱。然后你要生存，要先自己要求生存，再做善事。不要先做善事再求生存，得到的心得是这样。好，回到这边啊，所以最主要是在这里。我先主要，所以这里是，所以我们不要这里。所以你要想一件事情是，那 ResNet 50有50层。那我如果问你说，不会考，这不会考 ，ResNet 的参数会不会比 VGG 16还多？你以后再看啊。ResNet 的参数会不会比 VGG 16还多？
你会想，那因为 ResNet 最后这里只有一层而已，ResNet 这里有一层而已，啊，这里有三层，所以它减少很多参数，所以不会比较多。好，那最后这个我先跳过去。没有，我意思是说，那个 VGG 就讲完了，没什么好讲的，因为前面都讲完了。那后面我这个另外一堂课，这个我会再讲，这个是 Share Wait 我会再讲，因为后面几乎没什么好讲的。那所以 VGG 16的重点在哪里？因为好 paper 是改良前面的弱点，那所以这篇 paper 在改良 AXNET 的哪里？你要想这，你在读 paper 要想这件事情。Right now, when we start a new paper, you think about what's the contribution for this one. Usually, this paper is improve the disadvantage of AXNET. So, what's the disadvantage of AXNET? So, we'll talk about this one. Because AXNET, they use 7x7 pixel field.VGG said, oh, that's no good. I just use 3x3. So next week, I will explain to you. If one 7x7 theater, if I use two 3x3 theater, first of all, my parameter will reduce a lot. Second, I'm deeper. So the result is better than AXNET. So VGG 16 tell you 3x3 theater is good. Don't use 7x7. That's first contribution, and they prove it for you. 这第一个他贡献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下礼拜会讲。那后面大概没有什么了。所以 AXNET 你觉得这篇 paper。贡献就在这边，哎，这很大贡献，不要小看，这很大贡献。第一个，它比 AXNET data is better than that one. Second, they also reduce parameters, and they can more deep. So this is called very deep convolution. 这样子。好，那我今天讲到这边，那考试会考到这里哦，会考到这里。好，那今天上到。我下一半还会稍微讲一下 VGG， 因为 VGG 就讲完了，那我会跳到 ResNet。OK， 好，就讲到这边，谢谢。哎，有问题再问我。没问题，我只要回去看一下观念的问题这样子。那你要观念问题，就是闭着眼睛想，嗯，这一篇 paper 贡献是什么？你要去想。就我刚刚举的例子，好，那这篇 paper 跟前面不一样是什么？哎，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就3x3改善这里，所以你可以想这个物理性质。那高循的那个一定会考哦，高循的那 exponential term 那个一定会考，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Affine transform。好，就这样子好。